我在拍头文字 D 吗？那你就错了。这个题材呢也是非常吸引我，而且也是杰伦哥监制嘛，所以说非常开心能够参与这次的一些拍摄。有一场戏是跟杰伦哥的对手戏嘛，就是因为非常紧张，当然，然后呢，在这里也跟很多前面学习了很多东西。它其实这个东西，它前面是一个图像，那后面是一个驱的，就有点驱动在推它。整个的拍摄也是非常的有效率，非常的快，跟大家合作也是非常开心，非常默契。哎，你有驾照吗？